这就是证书。你叫我斗三工啊，你就爱答应我的条件，好去约会，对无？哎呀，我也是娶白好媳妇啊。你最好是把你的嘴巴给清气哦，那无我就让你吃一顿粗饱的。我希望你会当上新闻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？拜托。我知道你是想要保护我，啊，不过蔡大夫，这种保护我无需要。我无你小汉娘两只，我是娶另外一个查某囝。哎呦，啊，你甲我讲看卖啦，恁蔡家到底是冲着什么煞啦？歹代志哦，一件一件的来。阿雄，你看我阿爸那个贪心的，我阿爸那么这么勤快的，啊，这么善良。那呢，我叫你六吉阿妈。什么六吉阿妈？阿妈就阿妈啦。只要咱大家吼，就一年大家只会继续我好。不是，你们够生气了。嫌疑最大的人就是黄冠廷。蔡家人收了一张呢。我甲小路入去饭店上，是毋是你传的？你甲我说足话呢，甲我敢若拍着面我那共款。好啊，来困下来，来困下你去表姐，还好困啊哦。人生啊，若做梦，我想要圆满，结果拢无同。我破心天满空等，你少冷眼对我烦，我要如何搁再将你揽？人千过誓言有我当，情啊千金也会变孤单。我无一日想，时间啊，等人，做我已经迷出白头鬃，缘分啊。情若恋爱这回敢会当如我所愿？时间啊，等人，做我已经迷出白头鬃，缘分啊。人生若恋爱这回，敢会当如我所愿？